各位同学，阮即马开始上课，请大家起立。是，各位同学，大家好，我可以啊，跟之前那个不一样诶。今日最后一天啊，下晡大家就要毕业啊，啊，就当领着毕业证书。啊，照毕书记讲诶，讲各位摕着毕业证书了，就有终身。一资格要做咱将来台湾民政府的高级官员，啊，大家这几天应该捌听到秘书长咧讲，听咧问讲恁准备好未？大家准备好未？啊，今日我利用这个时间，要去问各位。您准备一下，不但准备好的，您准备一下，要准备一下您知道吗？对，了解的同学，一本《新台湾论》提出来给我看，就是爱准备咱的法律，大家先看麦。咱来接证的时阵，要用什么也去用接证？咱的专业，有啦，可能同心大家拢有一个专业的，有一个职业，有一个专业。但是到即阵，在位的人来比，咱什么都要比较强。一定要爱法律，咱是要利用法律来接政权，要向美国用法律去讨政权。啊，讨来了后，嘛是要用法律来接政。讲个简单嘞，就是讲，你法律脑通，你就会晓做代志，是为老百姓，为台湾。啊，不是三就即嘛，你坐位的遐，拢为着家己，为着党，所以，咱不但干啦，爱注意讲，咱就爱准备，而且就爱强调，爱准备什么，上重要就是法律。所以我今日利用这个课，会用算讲。恁这班法律课内底大概最后一班一课，所以利用这个时间，要甲大家各复习一摆，哦。但是重点唔是我要讲，我要请各位家己来讲，所以我要利用提问题的方法来请教各位。可能知影解答无？我先开始。利用一寡资料，先我大家脑筋稍微叮当一下吼。同心大家参加法律培训的目的是甚么呀？
你就是要了解台湾国际法真正的地位是什么，还要了解这个国际法的地位。请问各位，恁常常听到秘书长咧讲国际法、万国公法、战争法，恁知影什么叫做国际法？啊，什么叫做战争法？知影的人会使举手。啊，老师讲错了没有关系啊，多多指教哈。万国公法应该是说，治理，每一个国家所在法理上所规定的一些事情，好，每一个国家哈。那战争法是就是说，国际如果说产生战争的所要啊、所要遵守的一些法律规定。谢谢。我就想丢，这就是这答案哈、哦。啊，咱较笼统，还是讲较具体讲法？国际法，咱先讲什么叫做法律？太容易了解了哦。法律是什么？法律是咧规范咱人甲人中间的迄个关系。啊，所以呢，了解法律是什么了后，咱就知影讲国际法是什么。国际法就是咧规范世界上国家甲国家中间的迄个关系，就是男性女同性咧讲的，咧规范国家的代志。啊，战争法当然不是要叫人讲要安怎战争，吼、哦、是倒摆。战争法就是讲，既然世界上战争无法度当完全避免，啊，既然无法度当完全避免，万一那发生的时阵，想办法，和这个战争的伤害。降低个真低，卖予伊个伤害太大，所以这是战争法内底的规范呢。但是这个国际法跟战争法，其实战争法嘛是包括伫个国际法内底啦。伊毋是像一个国家的国内法，讲有一个立法的机关，啊，有一个执行的机关。啊、有一个监督的机关，啊，立法的机关提出草案，啊，踮咧立法单位通过变作法律，全世界无一个迄落单位，所以国际法咧范围伫倒，台湾伫倒位啊？伫顶头，我有甲恁写出来，啊，这个。国际法的法官是伫倒位啊？各位若是去网顶去查，用国际法庭就会看到讲，这个国际伫咧荷兰海牙迄个国际法庭有一个章程，伊个章程第38条就是。在规定讲，国际法的法官要判决国际案件的时阵，就要根据什么遐来判断？啊，迄五项根据，就是国际法的来源。哦，啊，简单讲起来，就是条约，国际条约是国际法的一部分。国际习惯法，国际上习惯做什么代志，承认什么代志，迄、那个就是变作国际法的基础。啊，搁刷落去就是
一般的这个法律的规则。什么叫做法律的规则？法律的规则上重要的就是讲，契约一定要爱被遵守，那是法律的基础。你若跟人打契约，跟人做约束，一定要爱遵守，这就是法律的原则。还是讲什么母法优于子法？中国话安尼讲，哦，就是讲母法优先啊，不刷落去，佮生出来遐较慢啊、哦。但是法律有前后，以后设的法律比前后的法律较有效哦，这嘛是一个法律的环境。啊，除了这以外，就是这个国际法庭，迄、那个有当时啊，因为去请教一寡国际法的迄个学家，因的意见，甲因的见解，嘛会使甲提出来做国际法的判决用。哦，啊，甚至已经判决的这个判例，因为会使做做国际法的迄个来源，做这是国际法。啊，真正法大概迄五项，必须你嘛捌个，大概介绍过啊，吼、哦，就是1907年的这个海牙公约，啊个，佮刷落去，第二次世界大战了后所写的1949年的日内瓦公约，啊，红十字会终审终庭。一个美国最高法院有关战争的判例，最后一项是美国陆军战场的迄个手册，当中五项，啊，这大家伫个网站拢会用去查，每条拢写条，啊，咱的重点是欲。了解讲，战争法内底，特别是重要的关于占领的部分，咱是被占领，所以咱被占领的所在的老百姓有啥物权利，有啥物义务，咱就要了解。这么说落去，咱再个大家来讨论。是、啊，这么了解这个基础了后。比如说你法律的这个论述，伊的重点在度，要解决台湾的国际法地位。比如说你有提起，讲到爱根据三项的国际法的原则。一普通拢强调两项，啊，其实还有一项，因为着爱注意三项。现在，即马华人，哦，就是人自告奋勇。是不是还有一样是旧金山和平条约？啊，其他两项。哎呦。就万国公法跟战争法，还旧金山和平条约，不太正确哦。大家未记啊？下加迄两个，必须就定来强调，占领不得移转主权，啊，流亡政府不得就地合法。啊，个个一项，就是领导主管的移转，一定要爱根据国际条约。所以大家呢，会记这三项，啊，利用这三项
差不多会当解决咱台湾的国际地位。所以我甲清华讲，这三项是三基所需，要开咱台湾国际地位的这个门。啊，恁即摆来甲试看卖，用这三基所需来开这个门，开看卖。开始，咱用头一个领土主权的转移。应该有国际条约为根据。啊，我要请问各位，台湾领土主权，不根据多一寡国际条约有改变，知影的人会使举手。根本不能哦。满清的时候马关条约把台湾永久割让给日本。啊，接下来就是日本他跟美国就是占领权，所以美国那时候在广岛跟那个长崎投下原子弹，所以日本投降，又把那个占领权又给了美国，所以我们主权就是这样子移转的。无啊，讲袂出来。啊，其实嘛无啊啦吼，咱袂使安尼讲。啊，不过更加正确的吼，咱大家过来学习一下。咱即卖就爱讲下关条约，唔是马关条约。马关条约是中国人咧讲的吼。咱即卖开始就爱训练咱家己。现在就爱讲下关条约，啊，下关条约是多一条，啊，安怎规定？哦，当然，刚才记下关条约，还是无唔对啦吼。但是，各位将来是高级官员，啊，要执政的时阵，你的部下、你的同事，那个你问。啊！你跟他讲讲下关条约，啊，连下关条约内底是多一条跟台湾有关的，你都唔知的时阵，安尼较歹势，对吧？所以大家爱注意，是第二条，哦，中国就是迄个时阵的大清皇帝，将下卡的遐所在的主权。啊！个所有的遐物件，永远留乎日本的天皇，对吧？啊，下卡什么物件？伊个条约内底有 A、B、C， 啊，咱台湾是 B， 啊，平和是这 C， 啊 ，A 是什么？没有错 ，A 就是辽东半岛，哦。啊，迄、那个跟咱无关系，干涉无关系，所以我无写出来。啊，辽东半岛是安怎个变啊？日本唔敢阿提。迄个时阵应该是无苏联，或者俄国，吼、哦，俄国、德国、甲法国三国甲抗议。讲迄是中国的神圣不可能分割的领土，所以日本就爱个用一个辽南条约害中国，啊，中国国被日本，可是2000万的迄个白银，吼、哦，是，啊，拄啊，迄个董卿有讲到旧金山合约，迄、那个咱看盘再来。再来谈，我阁甲大家温习一下。大清挂台湾甲平和，和日本的时阵，迄阵的台湾，我只有两张图，吼、哦，无讲真清楚啦。
我去甲扫描的时阵，扫了无好势，就爱搁重新搁处理一下。不过看会出来，就是其他的公司嘛，捌互恁看过。台湾迄个时阵，清朝管的所在是敢那一只牛啊共款，哦，敢那西平这部分有尔。啊，这两张图下加这张是。 一个法国人画的，啊，顶啊，迄张是中国人的，有你遐有中国字，哦，像什么古今图书，什么事，这个就是中国人家己画出来，哦，台湾的中部甲东部，迄阵晚清，拢头一部，因为挂互人，其实唔是伊的嘛，吼，所以大家。 哎，记得这样代志，所以以后若拄到迄个讲较歹听，讲袂见笑的中国人，台湾阮也是阮的，因为恁的台湾是安尼，哦，是哦。啊，即摆讲到这个，大家踮咧台湾吼，就听讲马上会当找到这个工具。 这个灯塔，恁知嘛吼？啊，可能大部分的人嘛不去过嘛。但是恁有甲注意无？伊这个灯塔内底有带一挂迄个历史的证件伫个。啊，其中有一项会说明，伊讲这个灯塔，荷兰比这个灯塔是台湾所有的灯塔内底唯一。 有围墙，就爱做围墙盖起来所，诶，迄个灯塔，哦，啊是安怎就爱做围墙盖这个灯塔？因为迄个时阵，荷兰比这个灯塔的所在，迄个土地唔是满清的啦，满清就爱向咱的高沙族。 甲买这个土地来起这个灯塔，因为伫咧台湾的迄个南边，定来发生一个船的灾难，所以美国压迫满清，讲你踮咧台湾买了就爱做一个灯塔，啊，但是台湾买了还阁唔是满清的。 所以只有满清就爱去买一甲原住民买一个土地，啊，起一个灯塔起来，就爱派兵踮咧内底顾。所以荷兰比迄个灯塔才有这个围墙。哦，啊，你若去遐，以后若有机会，你再去看这个说明，伊内底嘛佫讲，讲满清迄个时阵，叫一个。 英国的建筑师要起这个灯塔，迄个英国的建筑师对高雄行啊这个灯塔的所在，行两个日的，现在来行啊久，伊唔是往白的吼，伊嘛唔是无车的关系，因为迄个所在迄个高沙族。 你若要甲通过，一定着爱甲巴结，甲买过路费，爱付过路费，所以一关一关、一组一组一直行，所以才要爱行两回去的。哦，这是咱咧讲到这个下关条约割让台湾澎湖附带会用的了解的这个故事，啊，这是真正的故事。 咱大家拢用去荷兰比去啊去甲查，所以，啊，即摆过来，刚刚这位同学咧讲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了，日本失败，拍败，就爱甲人签一个契约，签一个旧金山的合约，啊，旧金山的合约<咳>有牵涉到台湾的主权的所在。
就是第二条，嘛是第二条。啊，一个是 B， 哦。啊，加讲的是日本放弃，所以大家那看到是第几个讲，安尼日本天皇无放弃，对不？日本政府放弃，跟他放弃啥？放弃台湾平和的统治权、管理权呢？其他无。所以这个规约，跟他这条，跟台湾等于讲，跟台湾的主权有直接的关系。啊，其实嘛无关的，因为伊无定量的主权，天皇的主权并无。比伊转过，啊！即马中国国民党，还是中华民国，三国时啊，又来讲这个日华条约。啊，其实这个条约，会使讲，卖讲即阵已经无效啊。其实这个条约。啊，差不多会使讲加定的啦，吼、哦。因为安怎，这个条约的第二条，一个是第二条，写啥？写讲根据这个条约，爱承认日本已经伫咧1951年9月18日伫咧旧金山签一个契约，啊，已经放弃台湾。甲平和的主管，因为这个日华合约、台北合约是旧金山合约生效迄天签的，所以日本已经放弃啊。所以呢，用这个台北条约来要讲。台湾的主权有交予中华民国，迄就闭着眼睛说瞎话。因为咱拄好讲个国际法有迄个道理，法律的原则就是啥，爱遵守契约嘛。啊，所以日本若遵守这个旧金山合约，已经将台湾放弃啊。啊，以后。伊那有个台湾甲平和通好送互中华民国，对吧？所以大家爱注意这个时间点。哦，旧金山合约是1951年9月18日签的，啊，台北合约是1952年4月18日签的。所以签台北合约的时阵，日本已经。将台湾个平和的统治权、管理权放弃啊，所以根本无可能阁将台湾个平和摕予中华民国，绝对是好笑的，对吧？啊，除了这以外，到到这阵为止，那无其他的国际条约有阁牵涉到台湾的主权。所以，有以上会当知影，台湾平和的主权对满清大皇帝挂号日本皇大皇帝了后，到我即阵，虽然并无经过旧金山合约，也是台北合约，也是其他的任何的国际条约，甲转移，所以结果。嘛是还阁保留伫咧日本天皇的手诶，啊，这个就是咱秘书长咧强调诶，或者日数原因伫遮，哦，日属，咱咧台湾的领土还阁属伫咧日本天皇诶，做安尼大概大概了解嘛，有无？有吼 ，OK， 过来。阿姐嘛，阿姐嘛，进入第二期授旗哦，占领不得遗传主管。在这个前提之下，咱来看，咱前下已经讲，台湾的领土主管
是日本天皇所拥有的。啊，为何蒋介石的集团那会走来台湾？对吗？伊无台湾，伊那会走来台湾？像怎样？咁讲来，两位小姐呢？麦克阿瑟将，麦克阿瑟将台湾台澎交给蒋介石集团来台湾代理管理。大体上意思丢了哈，意思丢了。就是麦帅所发布一般命令第一号，啊，这个命令内底写什么？就是头一条的 A 内底写讲，中国、台湾、中国无包括满洲哦。温州除外，台湾甲北纬十六度以北的中南半岛，这三个所在，日本军拢得爱向蒋介石投降。哦，啊 ，B、C、D 拢有规定 ，B 就是咧讲中国的温州。啊！甲韩国、北韩爱交好，爱向苏联的迄个总司令投降。啊 ，D 甲 E 是咧讲，南韩就爱向美国的陆军总司令投降。啊 ，E 是咧讲，日本的本土就爱向美国的海军总司令投降。所以，这个 B、C、D、E 无牵涉到咱台湾，所以我才无甲列出来。哦，大概知影了。但是你若去查普通这个一般命令第一号，马上就应该看到讲详细内容。啊，除了这个，咱台湾这条有关系以外 ，B。因为真重要 ，AF 对吧？足重要。这就是你讲啥？讲以上这几点所讲的、所指派的司令官，是跟他代表联军有这个受降权，伊是代表联军，哦。所以所有的日本的导航者，应该向因，还是因的代理人导航。袂使用别人诶，因是代表联军，所以咱能够了解蒋介石这是从点名个点生出来，伊毋是代表中华民国，伊是以军人的身份，哦，以元帅的身份和麦帅指派来台湾接受台湾日本军的导航。跟他安尼尔，哦，所以，搁煞了，咱就会当了解中华民国甲中国国民党讲台湾共和，这是骗人的。台湾唔是共和，台湾是虾米？所以我才甲写讲世界大骗局第一，哦。不是台湾导航，是什么？是台湾被军事占领。啊，这个内底这几页就能看得出来。咱头先看这个，这个就是大概恁另外看几哪摆啊嘛吼。这就是日本时代或者共和党门下到迄个牌楼。啊，这张是内底。
受降典礼的迄个会场，哦，啊，你应该嘛捌看过啊，啊，你个看卖，遐内底挂四支旗啊，一支苏联的，一支美国的，一支讲中华民国的，一支是英国的。啊，那是台湾共和的时阵，啊，你跟中华民国有关联呢？其他那三支旗啊，要挂的，对吧？所以既然有挂那其他那三支旗的，就是证明啥？证明咱拄仔咧讲的，蒋介石是代表联军，台湾是被联军占领。不是被中华民国占领，大家唔能忘记哦，这足重要。过来，世纪的大骗局，第二局，起码这个无啥清楚了哈、哦，我来互恁听，伊在写讲中国战场，台湾胜。啊，这嘛是跟咱拼。你看在写啥？中国甲台湾分开哦，而且无写讲中国台湾省哦，对吧？啊，所以国民党甲中华民国。甲咱骗入中国战场，这又个甲咱骗啊！哦，啊是安怎个会用个这个证明讲伊甲咱骗？大家人看这张图，看这两张相，就会当了解，会当证明。嗯，照起唔对，这两边。拢是受降典礼，这个是在台湾，但伊咧受降的时阵，这个是在中国，何应钦伫咧受降。那安尼，台湾那是中国的一省的时阵，安尼导航的典礼，干那一个所在就好，就中国就好啊，那就爱搁开一个。台湾的所在导航电力，所以刚才有这两张相，咱就听我个证明，台湾不是中国的一省，对吧？台湾是属太平洋战场，所以跟中国战场无共款。卖算嘛，写啊讲清楚啊，中国跟你分。台湾甲你分开，啊，佫有一个第三个所在，北纬16度以北的中南半岛。在座年纪较侪可能捌听过，大概10年、15年前，台湾的媒体捌报啥？报讲伫咧泰国迄个金三角的所在。就是无人管的所在，迄个中南半岛呀，有一挂中国人向中华民国要偷 passport。迄阵台湾的媒体报道的时阵，大家拢傻乎乎阿问，到底是虾米原因？那一挂中国人走咧金三角遐咧，讲实在，因遐拢咧卖鸦片，咧做迄、那个。鸦片的生意，哦，遐就是当时吼，蒋介石派去接收中南半岛的时阵，因全无登去中国，全逃去啊！啊，所以计唔知几十年了后，讲翻头转来要甲中华民国讨好脚，这是一个插曲，嗯，啊，咱过来甲看。我那个编辑的骗局，哦，骗局第三，这个更加严重。
这个即阵哦，咱真少人知啊。啊，这个爱多谢新德州的动心，真用心去查出来证据。大家看到这，可能会惊着。大家注意看嘛，这张图顶头迄旗啊，中华民国的国旗是多一旗，中央一旗啦。啊，这旗是啥物？海军旗呢？啊，那个即阵位置，拢去用骗讲，这旗是中华民国的国旗。对吧？啊，你那不相信？咱的动心神员足感心的，咱来个说多下。大家个新德州个新德州政府拍一波啊！哦，找这个资料出来，神员无价之宝啊！这个一个证明啊，管世凯是中华民国的头一任的总统。对吧？所以弄边啊，一定是提啥？提国旗嘛。再来，我来证明啊！中华民国的国旗是旗，这旗啊。啊，佫有人无相信无？我佮恁看一张。啊，迄个啥物人？啊？迄个钱不认呢？哦。啊，你看伊后边迄旗啥物旗啊？啊，对吧？啊，你要看哦，就是中华民国开国的纪念钱币。你看，这是不是搁一支机关旗啊？啊？啊，有人啊，搁无相信无？搁恁看一点。都一个国民党，啊？啊，国民党的党员证，党证用的是什么旗啊？对吧？你看用这么这支，不是啊？对吧？大家看啊。拢大嘴龟龟咧，那拢骗啊，哄骗啊，哄哄，对唔？啊，其实伊无甲咱骗咧，伊是无甲咱讲俩。大家要注意，那我只咧讲，台湾是比。军事占领，所以蒋介石提出迄个旗啊，当然是海军旗嘛，军嘛，伊是以军人的身份、元帅的身份来占领台湾，唔是用中华民国，所以无可能提中华民国的国旗来伫咧受降的典礼内底。对吧？所以讲清楚啊！哦，呀，哎，这就是哦，这马英的规律一个哦。美国对咱台湾的模糊政策来的，一个模糊啦，哎。后来的接管也是说，可能跟中国地上的地主。对，能，good logic 哈，咱再过来谈讨论这个问题。哦，咱基本上知啊，这世界骗局的第三幕。就是这个上严重，哈、哦。是、so, 哦，阿你咱即马知影，
蒋介石来台湾，唔是攻击台湾，伊是来军事占领台湾，对吧？但是根据《旧金山合约》第六条 A 的规定，合约生效了后，联军所有的占领军应该伫咧90天以内撤离。啊，为何蒋介石伊的军队奈无撤离，奈继续留伫咧台湾？这个问题，大家思考看卖，是安怎？是安怎？哦，对吧？凭什么？凭什么？无家可归啊！无啦，迄阵也未啦。迄阵啊，迄阵会使讲啊，离亡啊，对 ，OK， 呀。但是，咱较具体的吼，用个切出来，因为有工具啦，就是美国温存的嘛，对吧？啊，你这样是啥？工具啥？一个回到旧金山合约23条，来对将美国定义为主要占领全国，就是秘书长常来讲的 principal occupying power。还是讲主要占领全国，美国，所以有管理处理被占领的领土，哦。啊，旧金山合约第4条的 B， 因为写得足清楚，日本爱承认美国对台湾偏我所在的日本。日本甲日本国民，伊个财产的处理友好，所以，那美国答应，蒋介石才有法度通继续留伫咧台湾，哦。所以，加一个证据，佮摕一张图出来。大家嘛不看个，才插美国旗啊，对吧？咱拄啊讲，受降典礼内底插英国旗、插苏联旗，结果外口敢插美国旗啊，对唔？英国旗无插，苏联旗啊嘛无插，这就应该证明，呀。这应该你嘛会记的，比如说另外讲个，因为有一个开罗宣言的，迄个开罗宣言当然法律上有效无效，真歹讲，哦。最后的结果对台湾来讲是无效了，哦，因为我拄啊有咧介绍国际法。一个独立，没有前面的法律跟后面的法令的比较。那阵究竟一个开罗宣言是一种国际法的条约，啊，一个旧金山合约，罗比也是分。旧金山合约较慢嘛，开罗宣言是1943年。这里也出于公布的啊，旧金山合约是1951年9月初8日签的，所以以后签的法律当然较有效嘛，前啊遐就无效去啊，所以根据以后签的这个法令，行，何况开罗宣言是一个宣言。是一个公布呢，报一报纸顶头讲，两个三个人讲的话是什么？安尼呢，不一定有法律的效果，哦。但是，那么唔能忘记，对我嘛来讲，
法律的原则是啥？就是讲，那互相约束的契约，不管有立下还是用口头约束的，一定要遵守。所以有可能麦帅伫咧发一般命令第一号的时阵，伊有想到开罗宣言。迄个时阵有可能咧计划讲，将来台湾平和要予中华民国，所以才会叫蒋介石来接受日本军的导航。应该你也有听到秘书长在说明，迄个时阵开罗宣言，大家约束的时阵，蒋介石有共答应，讲了战后，伊若摕到台湾平和了后，中国绝对袂侵略伊附近的隔壁国。啊，结果毛泽东救着咱台湾，秘书长嘛安尼讲啊。去打韩国啊，所以破坏这个蒋介石跟美国人的约束，所以有可能安尼，伫咧订旧金山合约的时阵，美国人就无甲考虑啊，甚至订旧金山合约的时阵，也是1951年。1951年的时阵，是已经毛泽东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两年了后，毛泽东是1949年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所以迄个时阵至少中国已经变两个政府啊，对吧？啊，美国人嘛知影，虽然伊是继续承认蒋介石。是中国的代表政府，但是除了这个以外，中国已经又成立一个新的政府出来。所以，因为什么人要代表中国去参加旧金山合约的签约，无法度人做决定。哦，蒋介石咪失去政权啊，因为伊流亡，啊，毛泽东一共产党。伊也无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啦，对，要安怎变做讲振兴国去跟人签约，所以伊嘛无签约，所以旧金山合约根本无中国人的签字啊，哦，所以这个，唔知讲秘书长啊，定下咧强调，咱唔通未记旧金山合约，咱向美国人要求，嘛是要求。美国就要遵守旧金山合约，啊，旧金山合约，都要用第二条，美就讲过啊，并无将台湾的主权交中国，所以继续保留伫咧日本天皇的手，哦，所以这个旧金山合约对咱好啊，对咱歹。但是不管安怎，迄个就是咱的救命一条索啊！咱就一定要爱巩固这个，哦。啊，即卖这条彩色的国家税，我拄好在证明讲，为何美国哪有迄个权力温存蒋介石，继续带在台湾？拄好这张是无彩色。这张就是1945年10月25日迄天翕的，啊，因为这张有彩色的，大家看顶头，这已经改做中山堂啊。日本时代这号做光辉堂，所以会当证明讲这是石凹，啊，这你若有注意，你拍 Google。啊，拍 Retrosection Day， 就用去看到这张。这张是啥物？中华民国家己讲的，伊讲这是光复50周年纪念的时阵，
啊，你个看麦，50周年了后，伊还阁未记个美国个温情，加嘛还阁差美国几啊？你看，有无？哦，所以是咱去用骗，唔知呢。中国国民党未记个美国个温情呢？因知影呢？因知影讲，因来台湾就爱向美国人说多些，所以咧庆祝光复节，也爱插美国旗啊，对吧？嘿，啊，这个上新的，大家记住，咱迄个小琉球还是东港迄个渔船啊，去予菲律宾拍死，迄个渔船啊，船长无，阿妈因叫我操蛋，讲伊要派海军出去宣示主权，结果派出去这只船啊，这只是中华民国上新的军舰，记得舰，啊，叫《苹果日报》甲翕起来，你看顶头插什么旗啊？对吧？这台敢是中华民国的？所以伊录这台出去，菲律宾当然唔敢甲拍嘛，对吧？菲律宾拍这台，你唔就甲美国算袂得，对不对？所以有只咱就用咧看出来，美国伫咧控制咱台湾一切，啊，中华民国是伊咧控制之下。因为以温存你来观难啊，对吧？所以大家唔当袂记。虽然伊个人管无要紧，但是咱唔是要向伊讨政权，咱是要向美国啊。咱个中华民国，应该讲目前无关系哦。啊！大家能够看到些，可能会加感官，愈看愈黑多，哦。这张就多一张嘛，哈、哦。这下卡，可惜这无讲真清楚。这两张是什么呀？图哩噻？马英九伫咧庆祝中华民国一百岁时阵，咧庆祝中华民国一百岁。啊，为何那挂美国旗啊？对不？啊，伊挂的嘛是啊个这支海军旗，对吧？伊向美国就爱交代，讲我是啊个是军事占领，其实唔是中华民国咧占领，咱是去哦蒋介石的军队占领。啊，你看。还有一挂人，你看，啊，还有一挂人举这款旗啊，你看，我即马怀疑讲，什么人有投票给伊？举手。哦，嗯，对啊，对啊，啊，伊咧骂。迄、那个假新主牌啊，你看麦，对吧？必须有讲个啊，阿扁也讲个啊，对吧？阿辉也讲个啊，无可能就无可能，对不？哦，阿恁都好讲啊，法律你那约束。就是要遵守啊！啊，你来选调是不是要向中华民国的宪法宣誓？啊，你来宣誓就要甲遵守啊！啊，你若无遵守，一定要派中华民国的国军马上甲你抓起来，你叛国嘛，对吧？所以阿扁讲无可能就无可能，我就向中华民国宣誓，以免那个变鬼。
但是伊讲了伤少了，伊应该会用迄个加讲一挂嘛吼。对啊，对啊，对啊，啊，对啊，对啊，哦 ，OK， 安尼咱即卖认清啊，咱知影，唔当个妄骗啊，哦。但是我要请求大家，恁要过去投票，啊？很无爱，要放弃，真的？真好，真好。走，所以咱今下个言归正传，我等下咱呢。这个法律的问题啦，吼，所以台湾是被美国所温准的，蒋介石的集团军事占领，也唔是被共和，对吧？美国是受管者，蒋介石的集团是被受管的代理，啊，这个代理。开始是以一般命令第一号，过来就是接落去旧金山合约。美国是第四条，主要占领全国。第二十三条，啊个第四条，美伊有管理处理咱台湾甲平和日本国民的财产，包括领土，吼、哦。所以。那你结论，美战这个工具就是对家来的，啊、哦，所以咱这么知啊，啊，这个各级的这个证据，这张这是看未清楚啦，哦，这是今年2013年六月开始吹高啊，吹十。就是西部报出来，因为六个吹七，他吹八，这因为看不下清楚。迄个习近平去找马云，迄个找奥巴马，啊，美国的 CIA 隔天刚他伫放一个秘密的物件，闹互媒体，内底就是讲，美国中央情报局放出来。台湾地位仍然是未定，其实内底有一句被占领状态之下，不是未定尔，是被占领状况。啊，其实讲未定嘛唔对呢，实在是目前是定啊呢，日苏美战呐、啊，那咧未定，那是将来未定。即嘛，目前也已经清楚啊，咱知影是将来变变安怎，咱那个唔知影哦。啊，即阵的这个日苏美战是暂时的、临时的，所以即嘛要向美国讨，叫伊荷兰正常变作正常的地位，啊，迄阵就来开始研究，我台湾要行什么路，哦。是哦，阿舅啊，能够好修几百。不过因为占领不得移转主权，所以不管台湾是被什么人占领，被美国家己，还是被蒋介石的集团占领，拢赶快都不得移转其主权属日本天皇的事实，对吧？所以咱用第二支的手机，佮拍开台湾国际地位第二门啊，这讲清楚嘛，占领不得移转主权。所以你虾米人拢无管理，干呐？即阵阿个是日本天皇的，所以台湾的目前的国际地位日苏美战，讲清楚嘛，对吧？哎。无，你个是用个解答吗？谁讲个呀？
就反正我都有咧讲，伊讲未定是毋是将来，即卖讲清楚嘛。美国一日定来个那个指挥台湾讲会使松下，未使松下呀。那安尼是奈咧未定，一定是足清楚。即卖目前是足定，美国咧讲左右遥控一切。对啊，伊阿未讲，唔是讲伊哪会歪讲，吼、哦，即句话，即句话会使安尼解释，吼、哦，啊，秘书长嘛，你讲，咱国忍耐者，安倍伊的修宪那通过，日本有几哪个可能就会讲。对吧？啊，这不是咱讲的，啊，不是什么人讲的，这是历史的证据和国际法所得到的结论。所以，什么人都无法度人推翻，哦。所以我对我开始的时候就讲，咱要用什么执政？用法律。所以，咱的法律立场都要足坚定的。所以您将来那是得到一个任务，一些法律的基础还挑战，你要替台湾替台湾人做代志，得爱以法律做出发点，那唔通袂记日本，那唔通袂记美国，哦，啊，咱甲中国完全无关的，呀，所以。一直在强调法律、法律、法律，原因在这个所在。所以，咱就利用剩的时间，过来分析这个第三项：流亡政府不得就地好。那些问题，应该来问我嘛？比美国温顺，但是到今仔日还佫留伫咧。台湾的这个蒋介石的集团，伊的性质，伊这个组织是什么物件？咱个分析看卖。1945年10月25日开始，伊是啥？根据麦帅一般命令第一号来接受台湾的日本军的导航，所以迄个时阵是军事占领。对吧？所以那个时候是军事占领，不是台湾的公屋。第二个日子，1949年10月初，毛泽东在北京宣布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啊，1949年12月，蒋介石也中华民国迁都台北。啊，在1950年3月。蒋介石宣布复行四世，所以蒋介石代表的中华民国以国际法变成流亡政府，离开伊的领土去住伫咧别人岛，所以伊是流亡政府，对吧？啊，伫咧遮，大家嘛会记得。下面我是 Chinese Taipei， 哦 ，Chinese Taipei 全名，我是 Chinese Exile Government in Taipei， 所以啊，啊，这两家啊，哎，昨个迄个媒体有咧报啊，伊讲意大利的米兰即卖要开一个世界博览会，哦，台湾被拒绝。袂使设伫咧国家区，讲明个，伊讲台湾毋是国家，所以你袂使设咧。咱台湾馆袂使放喺迄个国家区的迄个范围内底。哦，当然，咱的媒体毋是讲咱的啦，中国的媒体哦，咧报，伊当然是负面的迄个音调伫内底。啊，其实迄是正确的呀，对吗？台湾不是国家，
对吗？你要安怎共囥起？迄落啊，伊是要利用台湾这个名，啊，要骗全世界讲这是中华民国啊，对吗？你才要用钱的迄个国家来开起来的，哦，所以以后千万唔当袂记的 ，Chinese Taipei 无别个意思。唔是什么中华台北，唔是什么中国台北，迄种乱讲。你讲中华民国伫王政府伫咧台北，较麻烦淡薄啊，但是讲较正确个。哦，这是伫王政府的标识，无别行的意思。啊，这嘛是证明毛泽东。在南京，什么中山陵遐，甲拆蒙蔽、蒙牌啦，中华民国的蒙牌，啊，这有咱台商、台内旅客去，拢有看到，啊，这嘛是个证明啊。所以，安尼咱即嘛来用个分析，蒋介石集团伊个性质是啥？开始。1945年10月25日，这是根据一般命令一号，盟军占领台湾的军事政府、军政府，对吧？1949年10月初，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成立了，但是伊继续还搁在台湾，所以头一项，这个军事政府还搁在；第二项，伊代表。蒋介石的集团已经代表招来台北的中华民国流亡政府，哦，啊，怎么过来？旧金山合约生效的时阵，1952年4月28日，因为咱拄啊前下有讲过，旧金山合约生效90天内，所有的联军的占领军拢得要撤离。日本的领土，为何蒋介石无撤离？所以咱伫遮个看，旧金山合约生效了后，伊继续根据旧金山合约来占领台湾，代替美国占领台湾，这是军事政府。但是第二个代表这个中华民国的流亡政府，所以伊嘛两种身份。所以大家若详细个比较落去，我会较写，予大家更加了解，较容易了解。因为对1949年10月初开始，伫咧台湾，同时有两个蒋介石的组织的存在，有无？10月初开始，拢两个，哦，同时有两个，一个是。军事政府，这个军事政府，这个是流亡政府，两个合作一个，所以真侪台湾人，啊，佮真侪世界国家，拢混乱去，掠做讲，将台湾佮流亡中华民国混在一起，啊，当作中华民国拥有台湾。也是台湾，就是中华民国。因为这两个组织同时存在，啊，你那个拆不开，啊，你咱就归迷迷糊糊，啊，因模糊就是咧模糊在，哦，所以这摆就爱个清楚，军事将领是一项事，流亡政府佫是另外一项，两个袂用个夹做一下。哦，啊，所以少年的可能较唔知影啦，吼。年纪较大，至少不看蒋介石死去的，迄个时阵的人，可能还阁会记的。你不看到蒋介石穿西装无？伊那翕相出来，对啊，伊拢穿军服啊，特别。那是美国的访问的人客来，一定穿军服，
伊唔敢穿便服，因为伊的身份，美国人是佮当作代表美国来军事占领台湾。哦，啊，若无，大家若想讲，差唔多，伊敢无钱能做西装，对吧？那一日定下来穿迄军服，伊那军服也无一定好看，对吧？是，所以伫遮，咱就较清楚。为何中华民国甲台湾定下去用混合去，无共款？哦，啊，其实大家来想较清楚诶，台湾是一个土地诶名嘛，中华民国是一个政治组织嘛，哦，土地甲政治组织变啦，当作共款，无可能诶代志，哦，所以千万唔当个红骗去，台湾是台湾，刘鹏政府是刘鹏政府，啊，走，啊，今嘛最后。因为台湾不是中华民国的领土，所以中华民国流亡政府不得在台湾在台北就地合法。所以不管安怎 ，Chinese Taipei 一定要离开台湾，伊也一定会离开。哦，所以流亡政府那是离开台湾了，剩下咩？从军事占领，台湾那个是军事占领，啊，这个军事占领，咱就是要求美国你家己就爱来啦，你袂使叫一个全世界无人你家己承认的来咧管咱台湾，所以那是美国亲身来执行军事占领的时阵，咱台湾的国际地位。才有法度人正常化。啊，即摆有安尼咧行无？美国已经开始咧做啊！啊，你们知影安怎做？这张大概才无外久以前的相呢，洪仲秋对。洪仲秋的案件发生了后。所以立法院，中华民国的立法院通过一个法令，讲以后五月了后，五月日了后，军法案拢要以个司法去审判，意思是啥？中华民国要废止军法，对吧？所以军人呐犯法，拢要用民间的司法来个。判罪，啊，这意思就是军法特别废止呀，共产党军，不落这张，这是得修饰的啦，主要是这家啦。今年五月十七，《苹果日报》报出来，裁三军司令部。啊，附带佫写讲，讲无讲诶，只能做不能说。中华民国诶陆海空军三军诶司令部特别被撤销去啊！哦，而且真侪人可能有看到这个报道，但是无甲当作什么遐重要性，对无？啊，就按咱个来看。老师，那个裁字是什么意思？裁就是裁撤的意思啊。撤销啊，要撤销。啊，过来 ，TVBS 报的，2012年，连群走入历史。所以今年是2013年。照讲已经无连群啦，啊，连群是啥物？连群是毋是伫咧
军队的补给，对吧？阿苹果要穿的衫，要拍穿用的衬衣，拢得爱连裙提供啊！啊，结果连裙走入历史，就是要关门啊嘛，连裙关门啊嘛！啊，将来阿苹果敢有啥人穿？敢有衬衣人拍？无，对吧？哦，这新闻拢连做一个哦。啊，拢无同款时间公布出来哦。这个2009年《自由时报》已经报啊，中华民国宪兵被裁撤，所以宪兵的系统在咧反抗。宪兵是咧怎样？咧管兵阿兵哥啊，对唔？啊，大家会记的话，军法特别废止。哦，三军总司令部要废止，啊，兵哥啊无内山老乡当清，也啊无宪兵通个管，安尼中华民国的军队是咧倒，对啊，对啊，啊，这就是美国咧处理啊。先将中华民国的军队给抓起来，给结束起来，安尼是不是中华民国就袂长久？啊，是不是秘书长伫咧讲，咱要五轨接缝，对不？啊，无缝接轨，可是老爷讲话天多，呀？OK， 今日甲大家复习的到这个所在结束，啊，希望你唔当忘记，多谢。哎，各位同心请起立。下课休困，啊，楼下用餐。那个，请台北州张顺凯过来找我一下，谢谢。